首先，我想问你们一个问题：你们觉得美貌重要还是内涵重要？觉得美貌的举手，你的样子漂亮；但觉得内涵比较重要的举手，举手罢了，举手罢了，就是美貌和内涵，内涵比较重要。OK，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，OK， 十个，有超过一半就觉得内涵比较重要嘛？这样子，为什么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我们会把它比喻成一个看脸的时代？有听过吗？这个词“看脸的时代”，然后“颜值”这个词为什么又会出现？毕竟这里大多数人都会觉得内涵比较重要嘛。所以，让我们来探讨一下这个课题啊。从以前古代的时候，我们觉得《红楼梦》的林黛玉是很漂亮的，她就是走走走，哎呀，弱不禁风，然后随时走到一半咳嗽会咳死掉。然后再来中国四大美女杨贵妃，她的体积是相当的宽的，就是我们现在所比喻的胖肥。这样为什么现在肥已经不是美了呢？我们觉得虽然肥我们觉得有一些他们美，可是我们从来不会讲他们美，我们讲他们什么可爱，不是美。为什么？为什么现在皮肤白、眼睛大力、鼻子挺就是美？所以美的定义，我大胆的做出一个结论，就是美貌它是随着时代和时间的变化，它的定义是不断的改变的。所以可能到明天到下一个时代的时候，我们美的定义可能就是大饼脸小嘴巴。 OK， 接下来我们再延伸一点，刚刚我们讲内涵比较重要嘛，对不对？这样子觉得内涵重要的再举一次手，觉得内涵比较重要的同学再举一次手。现在二四六七八， OK， 已经有八个了。 A9已经有九个了，哎，哎呦，现在九个人吧，哎呦 ，OK， 所以现在已经绝大多数都已经是比较重要了嘛，对吧？所以我们来讲一下，美貌只是在样子吗？你觉得的美只是在样子吗？不一定。还有身材。对，可是身材也是你看的嘛，对吧？就不在内涵里面，是不是？嗯。所以。对我来讲，我觉得美貌它不是割双眼皮，不是割眼袋，不是去削骨，你反而是你要去追求一个韵味。韵味有没有听过？韵味是不是听起来很深奥？ OK， 简单一点来讲，就是你要通过你的人生历练、你的才华、你的涵养，然后你脑袋里面的知识，这些东西结合在一起，它就形成了这一个从内到外散发出的一种气质，一种味道。虽然你嗅不到，可是你 feel 得到。所以内涵这个东西真的很重要。可是你们要注意，我没有说美貌不重要，我只是说美貌没那么重要，内涵比较重要。因为我们每个人都知道，美貌其实为我们带来很多优势。如果你美，你就可以比较容易找到工作，你就比较容易交到朋友，你连做明星、做艺人，他们都是找比较漂亮的。可是如果你单单只有外貌，你只是一个花瓶。我分享一些我的故事啊，其实我只有19岁，所以我蛮好奇我的听众是什么年龄层的。可是我希望我这一段话其实因为是蛮生活化的，所以我希望我和你们可以达成一个共识，就是我19岁，然后我之前在去年的时候我暗恋一个男生，然后你们可以看到其实我的样子不是标准的美女。sorry 啊，我觉得你们是被我的声音吓到，都快被那个吓到了。OK，sorry 啊 ，sorry 啊。OK， 就是 OK， 回到我的故事，就是我去年的时候暗恋一个男生，然后我不是什么大美女，可是我暗恋那个男生，同时有另外一个大美女暗恋着他，那个跟我竞争的女生很像林志玲，我怎么能够跟林志玲斗啊？
所以我就用我的能力，我的才华吸引到他了，他选择了我，而不是那一位林志玲。所以我希望我用我这个活生生的例子告诉你们，其实内涵真的比美貌重要。美貌可以靠你后天的努力，可是才华、你的知识、你的涵养，真的是要你日积月累累积出来的。所以那个学长选择了我嘛，我就问他，为什么我和林志玲同时追你，也不是追啦，就是靠近你、吸引你，为什么你会选择我？他说，因为我比他有才华，而我的才华吸引到他了。所以这个是我19岁这个年龄来讲，这个是对我来说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，就是内涵真的比美貌重要。因为我本身，我从小算是一个从小丑到大的女生，我眼睛小，我的脸又大，所以我对自己的美貌完全没有自信。可是你要知道，美貌这种东西，整一整容，化一化妆就可以 set 得了。所以不要为自己的美貌，不要为自己的样子而感到自卑。自卑这个词真的很危险，真的很不应该出现，这个词太危险，太负面了。所以我再次强调，美貌真的没那么重要。还有接下来，撇开我刚刚说的美貌的定义，撇开涵养内涵是一个比美貌重要的事情，我们来说说美貌的坏处。美貌 OK， 刚刚我说了嘛，它的优势很多，容易交朋友，容易找工作，还可以做明星、做艺人。你看现在网络的全部有大多数都是靠样貌而红的，赖的千多个，他的一张脸都不够你的一行字，你一行非常有意义的字都比不过他的一句我今天吃饱了你呢，这样而已，他就千多个赖。所以来，我再次讲，我来说说美貌的坏处，就是美貌会使你不自由。自由很广，对吧？我给一个比较生活我们比较懂的例子，比较简单的例子。孔雀很美，对吧？它一开屏，哇，很漂亮。可是因为它的美，它被关在动物园里，旅客就进来欣赏它的美。我们旅客看到是很赏心悦目啦，哇，这个孔雀好漂亮啊。可是孔雀它开心吗？它自由吗？它被一个特定的地区限制着，它只能在一个囚禁的地方，一个被设定的地方活动。所以从这个简单的例子来说，美貌其实会让你不自由。如果你现在有一个非常出众的外表，你是个大美女，你是个大帅哥，这样你注重的东西会是什么？你要怎么保养？你要怎么化妆？你的头发要怎样 set？ 这些东西简单吗？不简单，你需要时间、精力、花钱买保养品、化妆品，这样这些你就被这些限制、这些顾虑被绑着了。因为我们现在美貌这个时代，美貌的定义就是脸尖、鼻子挺、眼睛大大力的。我们没有钱去动刀，我们没有钱去整容，怎么办？就是化妆哦。你化妆，你买化妆品要钱，你买保养品、保湿水什么都要钱。再来，你的外貌、你的身材、你的外形、你的形象，买衣服要不要钱？要。你买鞋子，买适合你的眼镜、适合你的隐形眼镜都需要钱。所以你的钱都花在什么身上了？就是打扮。因为你要美嘛，你要用美去吸引一个人，吸引人家看着你，吸引别人，吸引你的心仪的对象。可是我想说，如果你用这些时间多放在多看书，多去增进你的才华，其实是不是更重要？你的外貌
你的身材、你的形象得体好看就好。所以我再次强调，要做自己，不要为这个社会所定义的美被束缚着，坚持做自己。谢谢。